吹的营帐不停地抖动，山雨阵阵落在中央山脉棱极的建筑上头，和文明世界大约有五天距离的地方。重返中央山脉的 MIT 台湾志一行人神情凝重地聚在一起，大声呼喊打气，甚至还加了句大家平安。队伍显然在再一次探访能高安东军大草原的过程中遭遇严峻挑战。事实上，五天前我们由完全陌生的再生山一路摸索登上能高主峰，昨天又辛苦地翻越比能高主峰困难十倍、十峻之一的能高南峰。当时没注意路旁建筑正开花，更没想到竹子开花必有大灾这句俗谚。果不其然，千辛万苦越过能高南峰之后，风云变色，天气比中央山脉大纵走时的凄风苦雨还要恶劣。莲花、昌红、南卡三个台风陆续成型，只好再次翻越很好陡很好滑的能高南峰往回撤。这是个极其困难的决定，无论前进还是撤退，两头都是漫漫长路，各自有各自的风险。这时候我们只能呼啊呼呼，大声自我打气，然后在风雨归途中祈求一路平安。在台湾的高山天气变得真是很快，刚刚从南峰下来，其实出太阳了，感觉热热的，可是一下子这个云雾又过来了。现在下到这个地方，刚好可以看清楚我们今天扎营的地方，就是下面最低的一个鞍部，南峰下面的鞍部那边有看到一个平台，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扎营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它就是一个分水岭，在人线中央山脉人线现在右边，也就是西边哦，这边就是万大北溪的上游，也就是浊水溪的上游哦。人脉东面有森林的地方，这条溪谷就是清水溪，也就是木瓜溪的上游。那如果扎营在南安这个营地的话，我们就会下清水溪去取水，走到树林里就会有水，还蛮干净，是活水，所以这里也是可以考虑的营地。不然就是要再越过去，有另外一个鞍部哦，那边也有一个营地。那现在整个云雾水汽又过来，又下雨了，啊。真的是老天一直要考验着我们的，那我们大家就赶快下到岸部把营地整理好，那今天就住这里。我们和中央山脉的一场苦练始终没办法修成正果，好不容易登上能高南峰，竟然云雾掩至，雨势不止，青绿草原和成串湖泊仍在云深不知处，大家只管往营地迈步，身旁的玉山建筑似乎有些异样，但谁也没心情去管，稍晚才发现建筑也遭遇他们生命的关卡。游啊游啊，游出来啊！难道这是历史的宿命呢？然后这边就是真的是凄风苦雨啊！这老天给我们很大的考验。兰姐还好吗？可以。像不像大纵走的感觉？像，很像。有点回到大纵走的感觉，每天在建筑里面游泳。那我们已经来到南峰南安的营地了。那现在向导们也到达，搭起这个外帐，因为现在正下着雨。不过就是这边可以搭外帐的一些辅助器材比较少，就搭起来比较低。我们再去找一些装备材料，就把它搭。那今天就在这里过一夜。那现在身体也都湿了嘛，赶快进来让它干一下。OK， 进来了哈。
阿青，哎，到了哈。对。啊，今天要住这里啦。啊，今天这个附近有点太小了一些了。啊。今天要忍耐了。啊。今天要忍耐了，要在一起住在这里。没有品。不会啦，这样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只要不要刮大风的话，应该就还好。对。啊，就大家客难一点。有点回到大众走的感觉啊。对，每天找营地，对，搭帐篷都一样的工作。好，那今天住在这边呢，我们就赶快把外帐搭起来了，那就准备就在这边住宿。那雨现在一直下来了，他大概也要去取水嘛，哈。他现在已经派人下去取水，要剩下的部分就是在这边把这个营地先弄好了。我们风雨生信心啊，晚上吃饱了还是可以唱唱歌，对，还可以聊聊天的，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很快乐了。对，好，那现在都说上边饭了，啊，那绳子，绳子在哪里？天还没黑，大家就已经抵达营地。关公也取水回来了，虽然天气和大纵走的时代有点像，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一天是按表操课，总是夜宿在预期之外的营地。这趟行程行前规划的保守一些，除了再生山有些迷途，还劳动李庄主影像救援，但营地从未错过，还能提早扎营。现在只盼老天开眼，天气好转。中央山脉的青绿草原还是很有机会在我们眼前展开。哎，今天好像最早休息呢，好像不习惯了哦。哎，青鱼啊，青鱼啊，青鱼，好，可以闻一下。嗯，龙威哦，来自龙威，好香哦。龙威的森林，这是一人可以吃一条。看你的分量了，你想夹多大就夹多大了。Okay, 哇，因为今天大家都淋湿了，肚子都很饿，闻到这味道真的。虽然现在外面是凄风苦雨哦，可是在大家团结合作之下，已经把营地都整理好了。而且在这营地也飘起了菜饭香啊，每一个人都是大主厨啊，受不了。你平常在家自己会煮吗？会啊，会煮啊。有煮给小孩子吃吗？有了。真的吗？真的有。真的，你自己料理。嗯，自己料理啊。哦，但猎人看起来蛮贤惠的。那关公在家煮吗？有在煮，有在煮。好，我们就闻着香味这样过去啊。闻到那边，啊。哇，大厨！哎，今天这个天气变天了，缩小步，对，要缩小步。嗯，哇，那还有新鲜的米豆、高丽菜，这个阿浪他们种的。哦，阿浪种的、啊。对，这次的分量是准备几天呢、啊？十天了、啊。十天，差不多十天的量。九天九次的早晚餐呢。嗯，还是的。阿金准备的菜真的很丰富，很好吃。刚刚看到那个鱼啊，是流口水的。用感情买的。哎，南教官，哎，好，可以休息一下了哈。对，就一定要看一下南教官的床垫，很可爱。哎，哎，他孙子的，你是哪里女儿的吗？我都那个老鼠，因为最近政府规定不能打猎，所以老鼠。去哪边买的？因为这个不是保育的，因为它的耳朵特别大，所以不是保育的。这不是保育类的，很可爱。中山大哥，要不要唱首歌晚上？要不要唱？要是有人在支持的话，晚上可以再唱一首啊。还是晚一点比较有那个。好。打海茫茫。我没有茫茫的时候才唱不起来呢。真的哈。对。好啊，今天打海还有那个打呼啊，晚上我们来唱个歌嘛，哈，大家聊聊天，唱个歌。哦，昨天可以茫茫吗？看一下。可以，有。哎呦，这什么？哎，蒜火腿 ，OK。现在外面天气算不好，可是里面真的蛮温暖的，大家都就定位了，帐篷啊、外帐弄好，整个心就安定下来了。虽然天气不好，在山上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一切靠老天吃饭。那希望明天的行程能够顺利了。那大家先把今天晚上吃饱再说，吃饱唱个歌聊个天，也是蛮快乐的。可以开饭哦！很棒的是，现在还没有天黑，前两天都是比较晚才吃啊。都在风雨中能够吃到这样的饭菜呢，
真的感谢所有的人，谢谢大家啊，感恩了啊。那我们就开动了。好，开动。哎，东东大哥，来，直接来了，不要客气。老吴，汤在炉子上面。年轻人，是是啊，对，有，新鲜的菜，海浪的闽豆，非常的丰盛。天还没黑，没办法点头灯唱夜席，晚餐也就少了抢食的烟硝味。中央山脉的恶汉一个个慢条斯理，高山主厨阿青理想中的文明人吃文明饭，意外的在能高南风下实现了。这固然是一种进步，但传统的消逝也让人有些失落。晚餐过后，山风刮起，云雾被吹散，夜里竟然满天星斗，大家高兴地忘记开同乐会。水路没出现，阿青说朋友失约必有原因。果然下半夜风云变色，我们的痴情苦恋换来的还是无情风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哦，没有停歇，也是感觉越来越大。那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台湾外海地有两个台风，其中有一个已经蛮接近台湾的，所以它的外围环流应该已经影响到天气哦。目前是海上的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不过我们现在联络的话已经是快要发布海警了。那如果发布，我们一定要出去啊。那不管是有没有发布，因为现在天气来讲，我们都必须要有所考量。那但是比较尴尬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刚好是在整个能高安东郡的中间，所以要往哪边走都会有问题啊。因为如果说往万大南溪出去的话，要渡溪要过溪就很危险。那如果是再退回南风，南风的话又不好走，所以就面临蛮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留在原地，台风都有登陆，我们这边的风雨会很大。所以我们是不是大家讨论一下，留下来再等待，还是说撤退？那撤退的话，应该要选择哪一条路线出去比较好？真的，高山的气候真的变化多多呢。昨天明明是好天气，有月亮，有星星。对啊。结果到了半夜，半夜就大风大雨了。到底要往前还是往后，真的很难决定了。要考虑到队员的安全，还有能力，都要在纳入考虑范围内。对啊，因为走能高哦，最怕的就是遇到台风啊，因为这个地方都没有山屋，所以又在人线上，而且能高大部分都是草原哦，就比较不避风了。所以台风来的话，那个风雨是会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审慎的考量，然后整体的一个状况，包含所有人的装备还有身体状况。那留下来的话，这个台风不知道会滞留多久，可能三四天都有可能。那如果说前进的话，目前的风雨也蛮大，就是说体力透支啊，也是有危险，所以走不走啊，都要想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那我们目前如果说要撤退的话，就是三条路，一条就是照原定的计划下万大南溪这边出澳万大，然后第二条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走到天池，因为天池的话有山庄，至少可以去那边躲。那还有一个就是走原路回去，因为那边下到深比较避风。有新闻吗？有台风新闻吧？有。发布海上警报，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全台有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大雨特报。
中，好像八点半要发布海警，八点半，就是现在听到了，就是八点半要发布海警，然后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大雨，那就是陆基地资金中午10点到位。对，我们现在要考虑了，因为长照坚持九二共识，洪秀柱说看党专业的看法是，放心，那最新消息是，现在是几点？现在是7点了、啊，那8点半要发布海警。其实不管有没有发布啊，应该都是要等待的，天气都不好。他只是要什么地方？说到那个，如果我们是走原路再圣山回去，因为这个虽然很难讲，因为这个如果说真的是要离开这个地方，啊，这个你在这个你现在这样，如果说走下去，其实就可能风波很大。而且如果说又这些东西加上个人的体力都不一样啊，万一有中山大哥意思是说，现在离开也是面临有风雨。他如果说体力透支，或者说身体失掉的话，也是有危险性。尤其是上这个南峰，还有下去那个地方是非常陡峭的，也是有一点危险性，所以这也是考虑之一啊。那如果说往白石子出去那边，会有困难吗？白石子，因为如果今天是发布海警的话，应该紧接着就陆警。陆警的话，以南溪那种溪谷型的，它只要好雨2个小时就完全不能通过了。只要2个小时就。对，因为不要小看这样，它溪水可能没那么多，可能就到膝盖或者是到腰，大腿的地方，所以它水会带石头。我们如果渡溪的时候被石头砸到，我们如果倒下去，我们的背包进水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站起来了。那边被溪水冲走上天堂的，几乎都是因为跌下去了以后背包进水，他又没有及时的把他拉起来了以后，他就没办法再站起来，他没办法自行站起来。走万大南溪那条路线都不考虑了。我们现在是应该是排除往那边，现在有我有两种想法，一种就是留在原地，就是我们老祖先老类人的想法，就是留在原地等待好时机的时候就冲出去。再来一种就是冲就对了，冲到天池山庄，可是它的风险我们大家都要承担起来，一定有风险在的。另外我们有这个帐篷，我们就算这个大棚子飞走了，我们还有两顶帐篷，这个是防水性好的，我们这14个全部挤进去用坐的睡觉都还可以的，轮流睡。叶亮，你在山上经验那么丰富啊，有没有遇到台风啊？碰到台风真的了，就像阿青讲的，留在原地了，等待时机啊，一时机一来就冲出去这样而已啊。相对像风大，我们走出来，要撤退也危险也会提高了。现在比较麻烦是海警刚发布，整个台风进来影响，可能还要2、3天、3、4天。所以我们如果说留在这边的话，就是要长期抗战，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台风。可能礼拜四会接着来影响台湾，一个叫昌宏的，然后礼拜四有会跟着过，所以这个时间就比较麻烦在这里。如果说现在正式台风的话，有时候2天就过去了，一不管那就过去。那现在问题是有连续2个接着来，这是比较担心。这是攸关性命的决定。偏偏又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一行人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事后重读莲花台风袭台的新闻，当时莲花动态飘忽，加上昌宏台风搅局，国内外气象专家各说各话，猜成一团。当时的我们在山上讯息不全，更是无所适从，忐忑难安了。
万大溪是浊水溪上游支流，长37公里，流域面积77.5平方公里，主要位于南投县仁爱乡东南部。主流上游为万大南溪，发源于木山东侧，先向东南流至摩吉山西麓，汇集发源自草山的支流后，到奥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附近与万大北溪汇流，才称为万大溪。于万大附近与雾社溪汇流后，成为浊水溪。由于万大南北溪集水区多页岩地质，极易崩塌掉落，造成溪水混浊，形成了浊水溪的水质特色。万大南北溪汇流处的奥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国内知名的赏枫圣地。民国97年，新乐克台风造成土石崩塌，河床升高，枫林区遭土石入侵，面积大幅缩减。是封面先到嘛，嗯，封面就是雨来的，雨来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可能河流了，变河流啊，这边会变河流啊，对，这个变河流。那以后如果过几天就杨姐从这边要过来这边吃饭的话，又要渡溪了，可能就是跟阿青什么先挤到那个帐篷，阿青两个顶两边，然后天气好，冲出去，但是怕天气好要拖，对，有吗？现在是风比较，现在是风大，对。那风寒效应的时候，我们身体是湿，然后被风吹，怕失温了。我们老人家是，我们老皮受得了，那年轻的皮可能会。我们是老皮，我们就是说排除你台风的，做台风。这样的风雨其实要加上台风，那个更大众的。这样的。但冬季我们常碰到了，常碰到，可是那个很快就过了，不像消防台风。因为我们这次是真的是，在这种很尴尬的地方，如果台湾只根本不用考虑，直接往后跑就好了。他来到这边不能往前，又往后又要想到这个，能到南风这个那么陡。我想，因为这是面临整个团队安全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能莽撞，也不能躁进，要真的很冷静，然后很理性的去思考各种状况，天气的状况，还有人员的状况，然后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们大家再冷静一下，那中午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决定，看是不是要离开，还是要留下来长期抗战。好，我想只要大家不要分散，不要闹单的，总之大家在一起应该危险性都降低，应该是可以度过这个困难。防水一定要做好啊，而且经过大家的讨论，来考虑整个台风的动态啊，还有整个队伍的状况，我们目前决定就是要往回走，就是走向天池山庄。因为台风行进的速度有点慢，有点滞留啊。那如果滞留的话，表示它影响台湾的天气时间会更久。那这莲花台风
后面还有一个苍虹台风、哦、那莲花台风过了，可能会苍虹又会进来，所以这个影响的时间会超过一个礼拜。所以我们本来是有打算说就留在原地等台风过去，不过评估一下，是台风如果接连的过来的话，可能影响时间会太长，那我们的食物啊可能各方面会不够。台风警报现在还没有发布，在暴风圈进来之前呢，我们就赶快往尖石山庄那边撤。那现在比较麻烦是今天晚上可能就会遭遇到很强的风，尤其我们上到南峰开始走人线以后，因为是整个正面迎风，所以风速一定会非常的强，这对我们是一大的考验啊，每个人都要很小心，一定要走在一起，不能分散啊。老天真的是考验我们，但是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是往回走，因为如果是往万大南区的话，会面临要渡溪的问题，那风险更高。所以在整体评估之下，我们决定往回走，反正留个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有机会我们再来，能高永远都在。那有的时候前进是需要一点勇气，撤退需要更大的勇气。大家能够平安的出去，好天气我们还可以再进来。后面还有光头山、白石池、金鹿池，我们会再来。最有经验的啊，这样啊，练了啊，能高第几次撤退？啊，就不要讲了，不好意思啊，第几次啊？第四次了啊，这个第五次了，第五次，啊，会不会很遗憾？不会，这次有进步了，有进步啊，哎，有攻两座，有能高主峰了嘛，有南峰啊，之前都就到天池了，最远到光背八表，哦，你四次都只有最远到。光背壁画表那边哦，那时候也是豪雨啊，他们老亮下南溪的时候被溪水暴涨，他们就选择撤退。撤退四次，而且都只有到光壁画表那个地方，等于在能高安部而已。我们这次已经推进到南峰下来的安部了，也不错了，已经50分了，哎，有一半的路程了。那我们下次啊，有机会再来好了啦。现在天气还是都没什么好转了，整个都是云雾。所以待会还要再走上南峰，可能好不容易上个南峰，然后下来，觉得蛮有成就感的。今天到哎，又要再走回去，其实是蛮遇阻的。不过该撤退就要撤退了哈，那我们就把一张收收，就赶快往回走了。好了。你为什么拉那么用力了？哦，别这样，不哭不哭，好好，哎，你，捡好捡好。明明是面对极大的风险和艰困的抉择，这群好汉还是一脸乐呵呵，他们的态度让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乐观沉着，加上麦哥说的“紧紧相依，不离不散”，一定能面对困境，平安走出去。布农向导的信心，相当程度是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其他的队员想必在心底向各自的神佛祈求平安。带着各路神佛的庇佑，我们准备走进中央山脉的风雨群山。所以我们就要离开了啊！离开的话，虽然不是前进，我们往回走也是很重要的，那安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回去，我们也是应该要大家全神贯注啊！哈，那大家都跟紧一点这样子。好，那我们也是要打气，加油打气一下，好不好，阿进？对对，撤退的时候尽量个人的安全先还有顾好，然后大局尽量顾好啊、嗯。有时候回程的时候，个性上要稍微。调整一下心态，因为走不成的时候，有人会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回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好，那我们把握一点时间了。对 ，OK， 来个呼口号啊，勉励自己的。好、嗯，大家加油啊！大家有信心，一定可以回家，一定可以平安回家。南这块，南这块，对，那个上坡比较容易哦，下坡比较难。好，然后下坡的时候，如果重量太重了，就可以分配。嗯，好、嗯。嗯嗯嗯
啊，一起来。好。嚯嚯嚯！嚯嚯嚯！这么傻的？这么傻的？嚯嚯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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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平安。黄匆匆，一流过尽，就要说声再见。念我们家乡一世情，基督在主怀里。珍重再见，珍重再见，念我们再相会。珍重再见，珍重再见，念我们再相会。再见。前进需要勇气，撤退则需要智慧。这次和营地珍重再见，不知何时才能再重回能高安东军。这时候更需要压抑心有不甘的情绪，珍重身家生命，为再见中央山脉青绿草原蓄积能量。风雨苦行，云雾中看不见能高南峰，但我们都知道险恶困难都隐藏在不远的前方。人体在静止时会以一层贴身的薄薄的热空气与外界隔绝，当风将这层空气带走，人体需要消耗能量加热空气，皮肤的温度就会降低，因此风速越大就会越觉得冷，这就是风寒效应。尤其高度每上升1000公尺，温度下降约6.5度，因此在高山上遇到强风，失温风险又更高。是要爬两次能高南峰啊，能高南峰在这段能安纵走算是最难爬的一座山，我们这次连续两天每天爬一次，那今天往回走再爬一次能高南峰，我想这个机会应该也不多了，所以也是蛮特别的，就把它当作是锻炼自己的体力吧。有来的哈，有。OK， 继续奋战，因为这段也都是深沟，不是很好走。不过这一次来到这边蛮特别的，在7月应该是翠绿的大草原嘛，却看到秋冬的景色。那其实发现就是玉山箭竹开花了，所以整个山坡呢就一片咖啡色，好像被火烤过一样。那这个箭竹开花呢，它就会大片的死亡，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恢复，也蛮特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致，是在夏天，这个是枯黄的建筑。在中国和印度都有竹子开花必有大灾的说法，对照我们的遭遇，这句俗谚不知道算不算得到印证。多年前我们在阳明山地区见过当地的包拓箭竹开花，当时国家公园还全区禁止采箭笋，希望让箭竹恢复生机，事后还做了调查，发现箭竹开花死亡之后分布范围缩小，有一部分生育地被芒草取代，不知道下回重返能高这片青绿草原又会有什么变化。
好，走回头路已经够沮丧了，冲石沟更是消磨心智，好不容易挣脱困境，也不管风吹雨淋，非得在棱极上小坐一下恢复体力。回想在如诗滑溜的冲石沟里，长得像成龙却没有成龙身手的摄影助理，几次趴倒都靠哪步拉一把才站起来，果然是队友紧紧相依才能脱离困境。说起来成龙也是时运不济，第一次出队就遭遇三台乱舞大撤退，不过两天内两度攀登能高难峰，这种经历也够一辈子说嘴了。竹子的生长周期在40到120年之间，一旦竹子的生长环境产生变异，不再适合竹子生长，它就会开花结出称为竹米的种子，然后竹子便会枯萎。竹子一旦开花枯萎，多半是成片发生，此时适时煮米的啮齿类动物族群大增，因此有灾变的说法兴起。大家是游泳上来的，在建筑里面一直游一直游，那每个都湿的。
OK， 好，到南方了哦。到了熟悉的山头啊，能高南峰，唯一不变的是上面一样起云雾啊，雾茫茫的，没看到什么视野。第三次来到南峰了，三次看的景色都差不多，不过还好我们在前几天呢、从台湾池营地那个地方有仰望这个能高南峰哦、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那我们也都把它拍摄记录下来，所以是不虚此行啊。虽然是到了山顶了，是有点只在此山中有什么之处，加油，阿七，到了到了，再度来到了南峰，第一次往回走，第一次往回走，对，阿七，之前来都没有撤退，没有撤退过来，大家休息啊。又湿又冷，但是心中还是充满的火热。有了，有。大家再次背起重装啊，要面对今天算蛮困难的地形了，因为待会都要下南峰啊，就非常非常的陡，所以我们要大家很小心嘛哈。一起走。对，那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不过我们也在撤退当中了，那我们不勉强不往前走，不过比较担心是说今天晚上就要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啊。今天刚有联络嘛哈。对。就这台风来得非常快。对，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没行程，然后在路程中行程了，然后一下海上，今天就要路上。对，据说那个台湾台风是转向，直接就转向了台湾。那现在比较担心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预计是在又回到台湾池扎营嘛，那那个地方是在人线上，如果台风有登陆，那个气流应该是很猛的。所以我们先往那边赶再说，那至少明天他们到天池山中比较安全，这段真的蛮陡的，下去就要很小心了。好下南峰，精神嘛，全神贯注。前后三次登上能高南峰，无论由北往南还是由南往北，能高南峰始终如一，从来都是这种天色。对这群执着苦练的汉子，能高南峰也真是毫不心软。原先的目标白石池、屯鹿池已经越离越远，难道这都是被拒绝的登山好汉在中央山脉留下的汗水与泪水汇聚而成的湖泊？难怪总是烟云笼罩又晶莹透彻，一行人难掩落寞，不禁怀疑，也许非得101次求婚才能虏获家人芳心。想到猎人已经5次撤退，大家又打起精神，迈步向前。跑赢台风，再访能高安东军的机会总会有的。白石池是中央山脉中段高山湖泊，位在中央山脉主脊西侧，白石山北方2公里处，海拔约2770公尺，外形呈椭圆形，长度100公尺，宽度60公尺，湖水面积约0.6公顷，是花莲溪的源头。湖水终年不涸，水质清澈洁净，是能高安东军纵走途中的优质水源。开阔一点，休息一下。现在在跟时间赛跑，除了跟时间赛跑以外，就是跟台风在赛跑。因为这个莲花台风是从南部登陆，所以它会一路北上。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台湾的中部嘛，所以台风它行进会越来越往北。那越往北，天气就会越来越恶劣。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天气最恶劣前通过南峰这一个天险，那尽量往天池那边靠近，我们尽量在陆警发布前过南峰。
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度过的。那目前大家走的还算顺利啊，虽然走得很辛苦，每一个队员的身体状况目前都还好。对，撤退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后面小心一点啊！这样。莲花台风行踪飘忽，虽然最终是个擦边球，但带来大量雨势。昌宏台风则是来势汹汹，美国媒体称它的威力有如大怪兽。还有个南卡台风虎视眈眈，台湾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台风大乱斗。身在中央山脉棱极上，我们无所逃于天地间，不折不扣是处在风暴中心。除了加紧脚步往距离最近的山屋移动，别无他法。只是这最近的山屋晴天的时候都得花两天步程，风雨中谁也没把握我们能跑得过紧迫在后的台风。